谢谢您照顾富宝啊，就是我看他刚才想爬树，能不能给他一个把这树的保护罩给他拆一个呀？因为他特别需要树，现在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要求可不可以，因为我也不太懂对这个。不过他可以拆一个这个保护罩吗？因为我看他很想爬树，刚才这个我们给上面说嘛，对，反映一下吧。我觉得加不了树的话，可以拆一个保护罩，对，让他爬一爬。谢谢奶爸，保护树不光是保护树啊，其实也是保护他。明白，明白。看他很想爬，可以找一个适合他的。好，谢谢您奶爸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领导说一下。行行，谢谢您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奶爸，谢谢您，非常感谢啊。